武汉肺炎疫情的影响，让枫叶的补助护目镜需求量是大大来增加。以着生产太阳眼镜为主的显昌实业公司，厂房内生产线则无盈利管控护目镜的品管甲包装。今日丢来才知影，单单一个护目镜就数十款，有适合着欧美款式，嘛有东南亚的款式。上重要的是，戴起来拢完全袂起雾。阮这支管拢有做 coating 的防雾。哦，你挂口罩了了，挂了这个目镜袂雾意，哦，袂鼻起雾，啊，所以挂的你感觉视觉上会足好安尼对啊。哦，较低线要挂，哦，啊有可能你要包较济，就是这两类的物件，哦，这站也销啊真好。一箱一箱准备出货护目镜，分散伫个手房每一个所在。董事长周文雄表示，外销的订单大满单，比起过去增加大约是两倍，因为需求量大，目前直接着老客户。哦，过年过开始时阵，吼，其实大陆迄边买紧张啥货吼，啊，落啊足侪物件出来，拢头加倍出来，对吧？比如讲，本身也是50万支的物件，伊拢几百万支出来。二月底、三月初时阵吼，哦，外美国迄边。周文雄担任12年的大台南金友会嘉义办事处的主任，加强防疫，搁较关注20000多支的护目镜，保护疫情的环境。啊，所以有寡物件做寡公益，哦，比如讲交咱公家机关呐，哦，爱警察机关呐，哦，阮拢拿来台湾需求，阮拢会去免费来提供，互因做一个防疫的动作对啦。铁公路啦，铁公路警察局啦，哦，啊伊航空警察局啦。哦，也是高雄警察局啦，哦，阮拢有，啊，将近买我拿20000多支啊。周文强25岁，甲小弟周文德做伙来创业，对小型代工甲2000平的厂房，生产作业一条龙，主要是为着 3M 甲 Honeywell 等等的国外大厂来代工。目前生产线拢在赶工，同时嘛规划扩充厂房来应应全球的订单。咱新闻关心副西港采访报道。